旺旺面赏大鼎。对今天的活动现场，等一下要邀请千面人出现，千面人要掐打给假咪啦哈。那等一下我们的活动马上就正式开始，在我们今天活动一开始，也特别邀请到了这个表演的团体，要为大家鼓出天地正气，邀请到的是天人神鼓，他们呢是天地教青年团组成的，那也参与过非常多的活动，还有一些公益的活动。我想是因为掌声不够大声，再次给他们好不好？Thank you.
出了今天的这个天地正气，天人神鼓，现场的朋友再次掌声，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谢谢为我们做精彩的开场。好，感谢啊哈！今天呢，我们又熊大店哈，我们看到了大雅旺旺咪熊大店，好。来，我们接下来小倩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与会贵宾。好，首先刚刚看到副市长的莅临哦，我们现场朋友是不是再次的掌声欢迎副市长？欢迎，谢谢。好，那么在旁边呢是我们大雅区的区长江慧文江区长，欢迎。以及我们的立法委员林佳龙林委员，欢迎。另外呢是我们的大丰里的里长蔡介地蔡里长，欢迎。还有我们在现场的贵宾，有大雅调节会的杨素珍杨主席，欢迎主席。另外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在现场，好，不好意思，好，我们的市议员廖素珍廖议员来到了现场，欢迎。以及我们的大雅区民政服务社的理事长李树谭李理事长，欢迎。还有中国国民党大雅区的主任，好，主任是武康龙武。谢谢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小倩哦，然后小倩一定是留长发哈、哦。好，非常非常的欢迎。天气真的很炎热，我在想天气再怎么炎热，就挡不住大家的热情。你看，一大早我们在地的三位议员，还有所有里长，以及我们副市长，一大早就风尘仆仆赶到我们会场。非常谢谢我们徐副市长哦，他对我们大雅的任何活动都非常非常的支持。尤其更要谢谢我们农业局的蔡局长蔡金强蔡局长，有我们国我们农会的总干事国有总干事在这边陪同，谢谢农会，以及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我们所有的里长啊、哦，还有议员，非常非常谢谢今天的面食文化节啊、哦。然后它伴随着后面还有一个黄金麦浪季哦，每一次想到这个就想到我们是农业区起来的，原来的大雅区是这么的丰硕啊，农民农产品还有我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尤其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大店，这个大店可以拨用1000人可以来吃的一个，说来参加我们这个盛况的活动，我们是不是先请我们的副市长徐忠雄徐副市长来特别介绍？咱在场有真多咱的民意代表，啊，个有咱的地方在属性，啊个农会，啊个咱台中市政府，咱所有在动员，啊更加重要的是所有咱今仔日在场啊，共同来共襄盛举，咱这打头吼，啊个所有来参加咱这台演遐雄起时，啊个各地来，唔是讲台演尔啦吼，所以大家交早，大家好。好。啊，太多啊，咱的区长啊。伊讲哦，今仔日确实天热热，啊，但嘛做热情的吼，啊，这天热热，佮加上热情，是食到济南面就开始流汗，其实也开始流汗，免客气流汗吼。啊，但是咧，我想这个面食文化节啊，对咱台语来讲非常重要。这几年底啊，咱台语，你讲发出讲台语，逐工咱工商业一直发展，但是咱无袂记哩过去啊，咱台语，咱规个台湾，你讲台语，规个台湾啊。拢有农业为主的一个文化，所以过去啊，咱台语上出名就是咱小麦，咱的小麦。啊，当然咱一年啊，咱的小麦啊，咱当初过去咱的一年啊，拢有差两个收成啦，有两个收成吼，咱两个收成嘛对。哦，小根中间种小麦，那拢无浪费时间吼。啊，过去咱的金门吼，这高粱酒吼，一寡遐物件嘛，拢有咱台语这小麦来做啦。所以讲呀，
咱足侪，咱今仔日若无办这个活动啊，咱起码足侪，咱的少年囡仔唔知讲，咱台语是啥想出名啊？小麦想出名，小麦想出名。所以啦，咱农业局甲咱农会啊，过去有办一个小麦节，好不好？过疫情，啊，今仔日咧，咱文化局佫办一个面食文化节，面食文化节，实在讲，拢同款的物件，玉米啊，小麦啊。委员邓先生，请林佳龙委员来。我们自己大雅农会全力的推动每一年的小麦文化节，我们都是超20,000人以上在我们的保兴宫。我们更感谢的是我们农业局全力的支持，包括金门县政府、金门县议会全力的支持。所以在区长的领军之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就是胡志强市长一直希望的，将我们的小麦推展到全世界，多元化的商品，各种方式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小麦。杨琼英经常说的，雅雅的代言人说，杨琼英一天工作17-18个钟头，为什么当叫你睡，就是因为吃我们大雅的小麦。小麦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谢谢，谢谢。我想今天上台，大家一定都要讲大雅的好，对不对？来，对，来，嘉龙委员，来欢迎嘉龙委员。我证明了哈，昨天在 FB 脸书上 po 一个赵佳瑶，我前几天去做了一个面包，是，结果呢点阅的超过哈60,000人，按赞的超过10,000人，所以饮食文化，小麦不管做成面条、做成面包，还是小麦烧成灰变成我们赵佳瑶啊的这一个很好的这个泡茶的这一个壶，都是啊我们文化。所以呢，很高兴我们大雅哈，因为有小麦而成为饮食文化的故乡哈，大家一起来做千面人的哈。好，我们预祝大会顺利成功，谢谢。谢谢嘉龙委员，谢谢，是不是到场吴议员来共同来念贺？谢谢，多谢区长哈，啊，非常欢喜哈，啊，在座所有的贵宾、所有的乡亲，大家好哈，啊，时间过得真紧哈，小麦文化节哈，为97年开始哈，我会记头一年哈，咱蔡局长哈冇来参加哈，咱头一年是伫公园办哈，伫公园遐，啊，佮伫拌米粉哈，嘛非常的老热哈，啊，目前呢，今年已经第7年啊哈，啊，每一年举办，每一年都呈现不同的成果给各位哈，展现在各位的面前哈。啊，伫遮吼，啊，我嘛感觉非常安慰吼。伫94年会当成立合并华夏的产饮料的话，我想这么高粱做不出这么好的高粱。另外，我跟各位报告，明年度我们农委会呢已经要扩大350公顷的计划，要推广小麦350公顷，所以明年呢我们会来扩大来推广。另外跟各位报告，陕西省政府邀请我们大雅今年10月到陕西省参加陕西的小麦节，希望我们台湾的小麦呢，让陕西省呢都重视到我们这个地方，希望我们的产品呢也能够推广出去，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局长，因为农业局长哈，是不是总干事？刚刚那个有指示哦，副市长的指示，立委们也有指示，我们一起要合办，来简单两句跟大家问好。好，来，谢谢总干事，张处长，徐处长，各位先进哈，各位乡亲，大家好。麦啊吼，不讲吼，大家拢了解啊，我也卖阁报告一下吼。但是我只啊，甲大家一个报告，就是讲咱的小麦咧，以咱的杨立伟甲咱市政府吼，甲农业局咧啊，很极力的争取，予咱咧咱的麦啊，会用做地级性的转作。啊，所以讲伫1902年咧，咱农友会咧啊，已经把甲咱的麦啊咧列入为咱的迄、那个转作的吼，所以会当。一分地咧，用领2400块。啊，所以讲，咱这个部分咧，啊，希望讲咱农友老要进咧，来甲农会办客哦，了后咱就会使去申请。哦，所以讲这个部分咧是一个算福音啦，吼啊，嘛是咱的杨立伟甲咱市政府哈，极力甲咱争取。啊，我真看哦，
看小麦啦吼，啊小麦有偌济袋啊三包，啊而且嘛感谢咱市政府的支持吼，啊农业局的支持啦吼，啊咱农会嘛真用心嘛吼，啊而且甲大家感谢，啊希望咱市政府吼，啊每年会当安拨经费吼，予咱区公所来办这个活动，吼多谢大家，祝大家平安快乐顺心。对我们地方上真的。所有议员真的推动这个小麦文化不遗余力，更谢谢立委，是不是我们所有里长副市长徐忠雄徐副市长一起到台上来，这边同步我们要邀请我们今天的面食达人三丰面馆林面人的启动仪式，麻烦所有现场的朋友，拜托来那个赞哈，赞嘿啊，阿雷赞呐，来赞，赞嘿啊嘿啊，赞呐嘿赞，赞就是阿雷赞赞，啊来来阿雷阿雷阿雷，嘿啦。说一声就好啊，大声讲了哈，来赞，好来赞哈，好来，现场朋友们一起倒数，准备启动好不好？来，2013大雅小麦面食文化馆正式启动，动！哇，现场朋友来点掌声，启动我们的千面人。好，那么接下来舞台上的贵宾一起合照，都会彼此赞，好不好？我说大雅小麦，大家说赞。谢谢，欢迎所有现场朋友带我跟我们一起来品尝千面人。我们今天做的是嘉美委员麦库里加，嘉龙委员，嗨，吉尼纪录哦，吉尼纪录，夸奖夸奖夸奖，大雅的小麦哦，全世界最好吃的小麦凉面，好不好？这一个镜头是在我们的吉尼纪录里头，让满看就看得到。李市长，李市长，赶快！Yeah.
问怎么调，也可以来询问我们的丸面兄弟哈，他们是我们的丸面达人然后面食达人。那今天丸面兄弟的这个六号摊位呢，我们这边也可以直接来购买到我们今天所制作的这个五行面，好不好？青赤黄白黑代表的是木火土金水，来平衡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五行能量哈。好，那么当然呢，这边也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